my heart beat. My heart is like boom, but I'll be bum bum.男团女追着昨天宣布将在3月3号播出新综艺《闪耀的 Solo》，虽然具体内容还蒙着一层神秘面纱，但从官方公开的海报中可以看到布满极光的天空和闪亮的房子，宣传语还写下“你的宝石男是谁”，种种都透出浪漫的氛围。但由于追着的节目名称与素人恋爱综艺《我是 Solo》非常相似，引起不少粉丝猜测，甚至还有网友上传节目路透照，表示曾目击到追着成员与异性一起拍摄的身影，并爆料具体3项节目内容。追着将分为5人一组，和6名网红约会，然后互相选择。素人女生探索研究追着的魅力。成员俊奎与女偶像模特儿拍摄宣传首尔内容。虽然官方并未公开详细节目内容，但小道消息让追着拍摄恋综的可信度又在增加。还未播出就先引起一波讨论跟猜测，心都碎了，无法看到偶像与异性们卿卿我我，没有一个粉丝会喜欢这个概念。